高架桥还是有点大城市的这个感觉啊。这是高架桥，这是地铁吧？这是地铁吗？对，这个地铁。哦，这地铁在上面走是吧？对。啊，加尔各答，不是这个新德里有几条地铁线？你上次不是看过资料吗？有几条？有好几条地铁是吧？对，有五六条吧。哦，那规模相当大啊。果然是。地铁票价怎么样？坐一次地铁大概多少钱？还是是十卢比。十卢比？对，十卢比还是十五卢比？哦，20卢比，那很哦。如果那很便宜了。对，如果你要去要远的地方，就贵一点，那是肯定的。60卢比。60卢比。对。那比中国便宜，中国没有说一块钱能够坐得了地铁的。上海是3块钱起步。3块钱起步，我还不知道广州地铁是2块。2块啊。杭州的10块。10块。四。就是。杭州的4块。4块。4块，杭州4块钱起步。对对对。我去。我操。这标准定的挺高啊。下面有没有杭州的地铁卡、公交卡？我有。有的。对。有，我也有 OFO APP， 这个。哦。还有小黄车。黄车怎么样，骑着？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我很喜欢骑行骑车。啊，共享自行车。对。